新床单新心情。10:20，然后我现在差不多要出门了，勾勾。我的早餐。嗨，各位，我下课了。然后我们下一节课是下午2点的实验课，所以我就先回来宿舍，然后想说睡个午觉。然后刚刚我上去跟朋友就是在讨论选课的东西。哎，反正刚开学就是会一直在忙选课啊，然后再看要选什么课这样。然后我们也讨论的差不多了，然后我现在就要来补眠，我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睡觉。实验课要戴实验衣、护目镜。我下课了，因为今天是1个礼拜的实验课，所以就没有做实验。然后就老师就是给我讲一下上课规则啊，然后跟一些就是分组什么事情的，所以很快就下课了。现在在排课表，再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加钱。我到信义区了，然后现在要走去吃饭的地方。就是到6:20，但是教授还是提早下课，就6点就下课。然后刚刚上课的时候，我朋友还送了我这个，他去那个台大农场买的布丁是要给我吃。然后我现在要回宿舍吃晚餐，我要去热昨天的剩饭剩菜。我昨天不是跟朋友去吃想太多嘛，就有一些剩饭剩菜可以吃。然后等一下应该会去自助餐买个白饭，然后配菜微波一起吃。现在呢，要去加热我的剩饭剩菜。我要来吃饭了。你是说我们要的打地
蛋糕店，买了胡须姐的生日蛋糕，然后现在要去就是新竹附近，然后帮他过生日，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在那里吃饭。开闸后，耶！胡须姐生日，耶！好吃的披萨。他被我的杯套遮住了，反正这边有一个搜马，搜马的奶茶真的超级好喝，超赞的。但是我应该要点去冰的，然后我刚刚忘记跟他说，但没关系，还是很好喝。现在就是想说去附近的小店逛逛，然后我最近蛮想买香水的。逛得差不多了，没有买任何东西，对，就没有逛到喜欢的。然后我现在要搭捷运回，应该是回那个科技大楼，对，因为科技大楼那一站要搭的就是站数比较少，如果搭回公馆的话，就是要搭比较多站。现在已经十点了，然后我差不多准备一下，就是要出门去上课了。嗯，没错。太难了。Hello， 各位，我又回到宿舍了。然后刚刚早上的课已经下课了，然后我下一节课是在下午的3:20，然后是上微积分。然后我想说，中间这段时间就又回来睡了觉。然后我等一下一定要定超级大多闹钟，因为我昨天也是有回来睡午觉。然后我以为，因为是我昨天下午喝的感觉，然后我想说，我从12点开始睡，我总不可能说睡午觉应该不太可能睡2到2点。我想说，我至少1点以前就会醒来。结果我睡了。因为现在已经快1点了，对，然后想说等一下就睡到maybe 1:30到2点，然后这中间我还设超级无敌多闹钟，我绝对不会再睡过头了。好，我要出门上课了，然后刚刚发现我出门都觉得有点冷，所以就回去拿了件外套。没错，最近一下冷一下热，超烦的，超烦的。好，反正我现在要骑脚踏车，刚好生日，太幸运了！好，我去上课了。
手上有超级多东西。好，等等，回去告诉你们我刚刚去买了什么东西。我回到宿舍了，先来拆刚刚我去虾皮领的包裹给你们看。这是一个挂手机绳的，就是它是一个背带，然后给你们看。我之前被我朋友扫到，就是我朋友跟我说的，我觉得很好看，所以我就买了。我刚刚去屈臣氏卫生棉，我卫生棉就是刚好就是那个蓝色，就有点不够用，然后我就去买了一条。然后结果我拿货的时候才发现，就我拿架上了之后才发现它是团购价，就是你一定要买店内的一样东西，然后你才可以买这个，就是才可以是它比较便宜的价格。这样就屈臣氏都会有什么换购价，所以我就在旁边拿了一包泡面。我们今天的晚餐打算是吃的麦片的，然后但因为我要找屈臣氏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买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泡面，所以我应该会吃，等等来吃泡面。然后我刚刚又去我们学校外面的巷子买了一盒水果，这是一盒葡萄。对，然后因为我现在就是都会去学校附近的水果店或是便利商店买水果。对，你们看前面应该就知道，一天大概就会吃一盒。好，那差不多开箱到这里，然后我现在要去做晚餐。后来决定吃这个蓝莓。10:20的课，然后是上篮球，然后就是等一下要去上类似是体育的课。然后今天时间蛮充裕的，但是你也差不多要出门了啦。对，好，那 go go。竟然忘记带钥匙了，太傻了。上学的路上。很重，就有点盖过那个抹茶的，因为我喜欢喝抹茶，就是因为那个抹茶的茶味。但是它这个蜜桃跟白香的味道太甜了，还是我没拌均匀，就是蜜桃白香茶，没有什么抹茶味道。好啦，没有不好喝，但就是太多了，因为它就是三个东西混在一起。我每次试星巴克的新品都会蛮失望的。新品都是那种很多个东西混在一起，然后我就会觉得没有一个重点，也不是说没有一个重点，就是味道就会有点怪。对，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喝苏布卡那提。好吧，这次试的新品又失败了。下课了。跟朋友约要看电影，所以我现在要先去找他们会合。他们好像在学校附近的咖啡厅。对，我要骑 U bike 去找他们会合。然后我们要看一部，就我想看很久了，那部我想看很久，叫《可怜的东西》。对，超期待的。然后今天超冷的，所以我在想晚上要不要吃火锅，因为真的好冷哦。
去领了包裹，然后明天再来开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一个礼拜的 vlog 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啦。然后，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再帮我按赞订阅，然后上面是我的 IG 都可以追踪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。